亲爱的，我要吃热狗。服务员，来份热狗。这什么热狗啊？这么小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对不起，但是我们这热狗都这么大。什么大不大的？你大还是我大？顾客最大，让你换你就换。啊啊！热狗，快点快点啊！哎呀，宝贝，亲一口，来，嗯，亲一口嘛，嗯，嗯。服务员，快点啊！这个够大了吧？喂，哎，亲爱的，我在看电影呢。哦，手机淘宝上订的，可方便了。哎，明天要不我再给你订两张，我俩来看吧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别客气。好好好好好，你能不能不打电话？好的。哎，我男朋友不让我打电话，我用来往接着跟你聊呗。哎，那我们明天到底看什么电影呢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挺好的，特别好看。哦哦哦，把手机给关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我们接着说吧。他不让我用我自己的手机，我用他的手机给你打。亲爱的，你刚刚在想什么呀？我想的和你想的一样。臭流氓！亲爱的，嗯，到了，你自己上路小心点啊。嗯，要不你上去坐一坐。我特别的想，嗯，可是不太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们都认识好几个月了，除非你根本就不喜欢我。没有没有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对天发誓，我真心喜欢你。为什么每次你送我到这里就回去了，从来都不上去坐坐？我一个女孩子家的都主动向你发出邀请了，你竟然拒绝我。我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根本就不想负责任，你根本就没有喜欢过我。我知道，你一直都很喜欢我。我，
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有。一整晚都有空吗？有，有。太好了，今天晚上我要去吃牛排、看演唱会、唱 KTV， 要唱一整个晚上。好啊好啊，我一整晚都有空哎。太棒了，你看啊，这是我的英语作业，嗯，这个呢是1500字的论文，嗯，还有这个是3000字的实验报告，拜托你全部都要帮我完成哦，嗯，谢谢，嗯，拜拜。嗯，亲爱的，嗯，你说这东西它为什么叫八音盒呢？因为它能发出八种声音啊。可天底下只有7种声音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喏，7种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喏，8种。你再凶我，我就离家出走。你倒是离家出走，走一个试试。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连零钱都不给我留。温馨提示一下啊，您的鞋垫处还有2块钱。有本事，你就离家出走一个给我看看。我再也不回来了。你以为我只是只羊，咦？可是我就是一只狼。呜，有一天我会把你吃掉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喂。真的，知道吧？亲爱的，什么味道啊？你就要扔了？不要扔，这衣服很贵的，我补补就行了，我帮你补啊。哎，亲爱的，快过来过来过来，噔噔，补好了。哟，没想到你这么心灵手巧啊。嗯，来给我们穿上。好嘞，左手右手看一下前面，补的真好看啊，好帅啊。哎呀，这也太慢了，我调快点。哎，别动别动，我来。这样行吗？怎么还这么慢呢？坏了，这是不是坏了呀？啊，那我问一下，这位先生，这位先生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东西我明明已经调到最快了，它为什么还那么慢呢？你那当然慢了，你调那个，那是。我的，
别怕，没关系的啊。疼。没事儿的，咬咬牙就坚持过去了，啊。放松。走一个。两位请点菜。我来点呗。亲爱的，我们今天是吃中餐还是吃西餐啊？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吃什么呀？我也好纠结的，还是听你的吧。还是亲爱的你来决定吧，你决定，你决定。老头子，你点。老太婆，你点。再不点，你们这顿饭呢，我看这辈子都吃不上了。哼，非走不可吗？对，非去不可。你就忍心让我孤单一个人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，我们是被逼无奈的。我不敢想象没有你的生活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你要好好的，等着我回来。我走了。不。天哪，这么放开我实在憋不住了。美女，你是不是看电影？对啊。那你是不是看《爸爸去哪儿》？是。啊，我们俩才刚认识就交换手机，是不是太快了？这是我刚买的电影票，我看咱们俩投缘，就卖给你。对了，你是从什么工作的？白衣天使。医生啊，专业人士，厉害。不是啦。那是护士，也不错，会照顾人。也不是啦。那还有什么工作？是白天使的厨师。
终于记好了。哎，你刚说哪啊？喂，警察同志，出大事了！对，在村口的第一个农家乐，一滴血，我都不知道我女朋友去哪了。快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我求求你快过来！爷，爷，你在哪？你别吓我爷。爷。亲爱的。亲爱的。怎么了？我在给你做农家饭呢，快回来吃饭啊。怎么了？亲爱的，今天晚上是周末，你想做什么，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？真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可以打一通宵游戏了。亲爱的，别捅事了。老公，我们中午吃什么？宝贝，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呗。不嘛，人家让老公说嘛。还是宝贝说嘛，亲爱的，我都听你的。你说不说，我吃什么都可以。宝贝啊，你说嘛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吃什么都不重要。你说不说嘛，这么啰嗦干什么？鲜花见了都惭愧，扮演过多高贵就会失掉趣味。美女，你想跳舞吗？好啊好啊，那你去跳吧，好不容易才找了个位置。